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黄。今天老黄继续在海防带大家体验这个海防的洗头按摩沙龙，走起，跟老黄一起探索。你来打的？哦，我来对哈 ，OK。今天老黄又是来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十帅洗头按摩连锁店，老样子，来一个基本的洗剪吹套餐就好了。不是 M 外头做。你那不是人家定老样？嗯。哇。哇。后面做过来，嗯，当然，嗯，跟打嘛hơn anh bảo em nhé, có đứa ở chỗ nào muốn gãi mạnh hơn, ok, của anh xong rồi nhé, mà anh ngồi dậy. À, thoải mái quá anh. Quá là thơ láng. Dạ vâng. Okay, 来到了剪头发环节，那他们三十帅的理发师一般在开剪之前都会询问你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也会给到你一些他们的发型建议。当然，如果语言不通的话，你们可以在手机上找到你们想剪的发型照片，给到理发师看也是可以的。
现在谁都可以嘛。Mac 嘛对，哇，蛇瓜，感恩你了，感恩你了，感恩你了呀，嗯。